你的肚子，我怀孕了。你这么快就再婚了？啊，这是当爸爸的人该说的话吗？你谁啊？我吗？医生，请问他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意识？一般来说，要恢复意识就很困难了。你要快点好起来哦。周一至周五晚间7点，未来综合台《百年遗产》精彩完结篇。